嘿，伙伴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情报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响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挥掌闪亮，梦想将起航。广阔的天空让我翱翔，辽阔的大地任我闯荡，风暴闪电绚丽的彩虹，无所畏惧，勇闯前方。啦啦嘿，拥抱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万钧的信心。菲菲先生，本届短跑大赛您有信心吗？请您对大家说点什么吧。感谢各位，在本届比赛开始前，我已经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，我会在今年的比赛中竭尽全力，争取跑出好成绩。闪电，你最近怎么这么努力啊？那是，我想参加短跑比赛。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参加呀。所以我拜托彩虹做了虚拟比赛芯片。哦，哎，彩虹，再帮我测一下。虚拟比赛芯片就是可以分析运动员体能数据，并通过数值变化来进行模拟比赛的芯片。小一点。上次预测得冠军的几率是5%，这次是多少啊？5.1%，提高的幅度是少了点，不过毕竟还是提高了嘛。5.1%？别灰心，闪电，重在参与嘛。训练还是有效果的嘛，继续努力。不错嘛，不断挑战自我。警报！警报！有任务。哎，这不是赛场吗？嘿，是打算特邀我参加比赛吗？宇宙护卫队，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可工作人员生病来不了，你们可以帮忙做一下主持人和裁判吗？能当裁判也不错。别担心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草原运动场。宇宙护卫队出发。出发！是。风暴击车，彩虹击车，闪电击车。准备降落。是。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的短跑大赛现场。今天将举行本赛季的第一场预赛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叉脚林菲菲，她还会续写草原短跑的传奇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比赛马上开始，运动员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加油！菲菲很快取得领先，不愧是短跑冠军，她可真快啊！后面的小猎豹斑斑速度也很快，她在拉近与菲菲的距离。哇，菲菲加速了，扩大了领先优势，斑斑也开始加速了，看，他追上来了。斑斑是个很有潜力的选手，他很有可能创造新的纪录。加油，斑斑，真棒！关键时刻，斑斑出现了失误，马上就到终点了。菲菲开始冲刺了，斑斑没能进一步加速，菲菲上线了。我怎么总是失误？菲菲，对于今天的比赛你有什么感想？今天的成绩在我的预料之中，当然新选手斑斑也确实让我吃了一惊。哎，斑斑呢？请通过预赛的选手到主席台确认成绩。彩虹，大家都确认好了吗？小猎豹斑斑怎么没有签名啊？我们去找找他吧。斑斑在这儿呢。喂，斑斑，
宇宙护卫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没来确认成绩呢？我不想参加决赛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的比赛很出色呀。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出现失误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彩虹，你帮他扫描一下，看看是不是体能出了问题啊。好，小雨点。扫描。从分析结果来看，斑斑的短跑天赋嘛。怎么样？非常出色。猎豹和叉角羚都是陆地上跑得非常快的动物。啊，这么说你很有可能成为冠军啊。太好了。其实我也有成为短跑冠军的梦想啊，而且经过系统训练，我夺冠的几率已经从5%上升到5.1%了。可是我有任务，参加不了比赛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训练经验传授给你，一定能帮你成为冠军。啊，真的吗？当然啦，有我闪电做教练，加上彩虹定制的特训计划，你一定能取得好成绩的。嗯，斑斑加油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柔韧训练能够提高身体的灵活度，提高身体协调性，预防受伤。护卫队特训，一定很科学。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的爆发力，大幅度增加起跑和冲刺速度。开始。最后是灵敏度训练，这能提高你的反应速度。护卫队的这套训练方法好像很厉害啊。经过一上午的突击训练，现在先暂时告一段落。接下来该做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一下上午的训练成果。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斑斑的体能数值全部提升。加油。在训练前你的最好成绩是45秒，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能不能打破你的最好成绩。斑斑你要加油。预备。斑斑加油。斑斑加油，你不能让大家失望。斑斑集中精力。小雨点回来。斑斑集中精力。斑斑你怎么不转弯啊？我还是不比了吧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练得挺好的呀。你的体能数值都已经提高了。可是我关键时刻总是失误。那是因为你在跑的过程中总是分心。所以只要你能专注的比赛，一定会减少失误的。我不太明白。比赛嘛，不要管别人，你只要认真跟自己比就好了。跟自己比。超越自我。现在我要启用秘密道具对你进行专注特训。别看我呀，快跑。别分心，快跑。斑斑加油，斑斑加油。斑斑加油加油，冲刺了，比之前还快。你成功了。太好了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本次短跑大赛的总决赛。预备。从起跑来看，依旧是叉角羚菲菲在占优势，斑斑正在奋起直追。加油加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快跑！闪电飞速！
选手们快要跑过来了，不能让比赛受影响，得赶快把跑道清理干净。风暴力量，彩虹能量，闪电加速，选手们过来了，好险啊！幸好没有影响到比赛。不要一切，只想着更快。最后一圈仍然是菲菲领先。比赛嘛，不要管别人，你只要认真跟自己比就好了。跟自己比，集中注意力，忘掉一切，只想着更快，冲刺！斑斑用惊人的速度冲刺了。恭喜菲菲和斑斑并列第一。斑斑，恭喜你打破了短跑记录。我也打破记录了，这不是做梦吧？你不是在做梦。菲菲先生，谢谢你。不用感谢我，是宇宙护卫队让我们都学会了超越自我。耶，我是两个冠军的教练了。站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